好，各位，今天是高中生都在听什么笑话第二集，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。干，我们忘记一个重要的东西了，我们衣服都换了，可是黑板都一模一样。我上次讲的这个笑话就大家都笑了。你要拿这个。就有一天啊，那个班青啊，他遇到神灯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神灯精灵这样说出来，然后神灯精灵就说：“班青，你可以许三个愿望。”班青就说：“可以许愿哦，屌爆了。”然后班青就屌爆了。还有两个愿望，班青就赶快许了第二个：“我希望我的屌可以变回来。”然后他的屌就变回来。然后班青这时候就觉得屌还可以变回来，所以他要大声喊了一声：“屌爆了！”然后他屌就爆了，神灯就走了，他就变不见了。好，第一个。好，因为连续两集就被人家呛不好笑。第二个给各位在底下留言回答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哪里有最多菲律宾的吗？啊，我要讲话吗？你可以说下一集公布啊。下一集公布，还有下一集。好。星期六哪里有最多菲律宾的？答案是菲律宾。会不会呛爆？会，我觉得会。除非大家都觉得好笑，不然就一直出现，对，不会停止。